他难道真的没事？还是明明中了毒，却在虚张声势？果然他心里也动摇了，就这样一鼓作气把他吓跑吧。不，我必须赌一把，这种一举铲除苍穹派的好机会，我岂能错过？既然沈仙师执意对账，那你失礼了。可恶，竟然没有上当！师尊，小心！让开！不对，他有金身不破，为什么要？我的天哪，我有用这么大力气吗？你当然没有了。你什么时候？可恶，明明就差一点儿。师叔来了。一上来就抢我风头，多留一点耍帅的机会给我好吗？百战峰战神出关了，魔界妖人，看你们还敢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今日是我失算，他日有缘再见。我走。快撤！老大，等等我们！好一个青山不改，有缘再见。我苍穹山派，岂是你说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？哇，你连我台词都抢啊！师尊，你怎么样啊？为师没事，你没受伤就好。让我来。师尊，都怪我不好，师尊才会。灵犀洞欠你的，还给你。果然，派人去灵犀洞把你叫出来，真是个极正确的选择。柳师叔，我师尊怎么样了？暂时死不了。没事，我就想躺会儿。师尊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赢。沈清秋角色复杂度加20，形象哲学深度加20，人物悬疑度加10，总计逼格加50。角色的哲学深度是这样计算的吗？还有，请不要随便开启奇怪的数值呀、啊，谢谢。师尊，师尊。这里是清景社。感觉睡了好久。师尊、嗯、师尊、你可算醒了。好了好了，都这么大的人了，哭什么呀？师尊，我怕你万一真的出了什么事。快起来吧。你怎么还站在这里啊？不知道师尊看了你就心烦吗？要不是因为你，师尊会变成这样子吗？你现在怎么还有脸出现在这里啊？你再不滚，我就打断你的狗腿。师尊，您先用茶，我去叫掌门师伯和牧师叔，他们说您一醒就要告诉他们。嗯，行，去吧。让开，别在这碍手碍脚的。